how we party. <笑>老子就是来拆你家的。<笑>小子，你以为叫几个臭农民工弄辆破产车，能下？谢工的，我告诉你，今儿这钱拿也不拿也得，欠我大半年的工资，现在工程已经终止，该给。<笑>好兄弟，我也想把钱给你们，可是工程款一直没给我。 要给了我，我肯定给你，再等几，再等几啊！吴经理，你这房子不错，少说也得有2000多万，该不会是拿我的工资买的？他妈的，敢查我，家伙混蛋！没错，老子就是拿着你们的钱买了个新别墅，啊，有意见？啊，来，来打我！你们这帮蠢鬼！ 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？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琪琪，江毅，你怎么跑？ 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讲。来啊，宝贝！吴少，你干什么呀？江毅还在这儿。怎么？ 像你这样的女人办事儿，还会考虑男朋友在哪？起来！江总，别冲动，你要打他的话，我们钱就要不回来了。江毅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带了一群农民工过来要债，钱没要，结果把自己的女人要到我的身上。要我说，这他妈是废。 王琪琪，我们在一起6个月，就算我妈终于再闯，我也没亏待你。江毅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一个月一共就挣5000块钱，3000多就给你妈看病，哪像吴少啊，一晚上就给我花好几，拿什么跟他？绿毛龟，听见没？赶紧滚！不对，琪琪当初送过来的时候。 陈顺，你全是你害的，站住！啊！我去！ 江毅，赶紧把我放下去啊！江毅，我命令你，赶紧把护照放下来，要不然我就不理你了。你真以为自己是神仙，是个人都得舔你？告诉我，老子伺候你！你不要钱吗？赶紧把我放下去，我就不想跪，给你们拿现金。万一你又跑的话，现在。 让我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吴少要钱啊！吴少，还是你会玩啊？用喊着几嗓，牛逼！董二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就是这小子带着这些人来跟我要钱，哼，就凭你们几个人啊，也敢跟我要钱？
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工钱就在我身上，就是。怎么，姓朱的就不怕陈家知道？要是你们都闭嘴，陈家岂不是永远都不会知道了？是。啊！ 江头，这钱肯定要不回来了。吴明他们有总网帮做靠山，这钱还怎么要啊？我觉得算了吧，为了这钱，把命搭上不值当了。 安叔，老爷子这次又耍什么？少爷，老爷子心思您是知道的。他只是想让你跟他相认，你只要认他这个爷爷，以后江家的产业都是您的了。江家产业遍布江南十三省，你最好甘愿做个神手掌，要不然，江家迟早被你败光。小兰，怎么跟少爷说话？他说的没错，我告诉你，回去告诉他。 我爸是怎么死的？这辈子都不行。这钱啊，肯定得要回来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去休息休息，全当我忙。死了太婆，赶紧还钱！你还是把我家给拆了，我要是不赔钱。 我要是不赔钱，把你儿子送进牢里，怎么会这样，亲戚？江一现在没事吧？阿姨，你放心，江一没事儿。不过啊，江一实在是太冲，吴少那个房子还是很贵的，少说也要个300万。300万？我们家的钱都给我治病了，哪还有钱呀、啊？赔钱就赔了，我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我把你儿子送进牢里，蹲个几十。 你一辈子给我打工赚钱还债，吴少，你冷静点儿。阿姨还病着呢，就给阿姨吓着了。江姨找了个好女朋友，只不过你盯着我们，苦了你了。阿姨，我们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如果不赔钱的话，江姨肯定是要进去的。我记得家里是不是还有套房？ 阿姨，那我险呀！是不是我刚才扔的太大了？没有，没有用。阿姨，我找人估过价，那个房子啊，进口的，要不我替你卖了，把钱给吴少，这样江姨就不用进去。那房子是不能卖的，姐姐那是给你们做婚房的，如果婚房卖了以后，你住哪儿啊？老子管你们住哪儿啊！ 现在就把房子卖了，赔我的钱。吴少，阿姨说不定不是不想赔钱卖，就是阿姨。江一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已经被人抓了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？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江一一点事都没有。我费了好大功夫才从吴少不要报警，只要你答应赔钱。没错。 要么我给把你儿子送进监狱，你自己选。你最不能卖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、啊？我想干什么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不要废话这么多干。死老太太，今天这房子，你不想拿也得拿出来。琪琪，阿姨，别管我没有钱给你。
无声想把江毅弄死，就是一句话，你也不想江毅嫁到那个叫龙女？小小欺负！之前假装伺候你那么多次，今天让你帮我上个学，不过分，不过分，跪着！ 妈，好啊，正好这老太太也没什么好的，300万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不听我意见？我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你拆了我们少爷家。做梦！有种现在就把我找出来！啊，还挺硬气。好啊，老子现在就给警局定，谁也别求我。 你只想要钱，我求求你，我让你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你人呢？来了来了，叫什么叫？你妈心脏病突发，你回来。师傅走了，我妈她都病危了，赶紧叫大夫。叫大夫。 交代付，你付得起药费吗？要是再交不上医药费，就把你妈搬到太平间去。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废物，3万块的处理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跪下，叫一声你，老子给你小费。吴少，这是把曾毅送到我们医院了。赵院长，你怎么来？刚才我在外面听到吴少的声音，没想到还真是你。哎。 你到我们医院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家后院被这小子他铲车给我推了。我来养他赔钱。哥，他妈装病讹我钱，还有王八，还有法律吗？赵院长，求求你救救我妈，我妈她快不行了。明天我一定把医药费补上。不过江毅，你怎么能骗赵院长啊？你这几天的费用还欠着。什么还欠？闭嘴！赵院长。 我求求你，我一定还钱！你先救救我妈行不行？我还什么呀？啊！你他妈还欠我300万！你给我跪下！我们医院虽然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但是没有钱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行吗？我赔罪。赵院长。 我说只要你来啊，这行不行？还是吴少要什么谁啊？年轻人，要怪就怪你不知好歹，得罪了吴少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不然呢？你以为赵院长来这里是巧合吗？老实话告诉你，我无名想弄死你们母子俩。 就像弄死蚂蚁一样，你们最好乖乖的趴在地上当狗，否则老子一辈子让你们当狗吃。庸医，你居然跟这种人狼狈为奸，你对得起身上的白大褂吗？你啊，放肆！敢骂我，把他妈给我扔出去！医药协会主席的名义，控制其他医院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任何医院给他妈治病。赵院长好大的威风啊！ 医药费我出了，先拿去住。你怎么清楚啊？您去我办公室，我今天买了上好的龙井。少爷，咱们医院最近素质有点差，是不是该换？你怎么回事？陈小姐不认识吗？整天医院都是她陈家的。林杰别来上班了，滚蛋！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刚没认出来你是陈小姐。 我再也不会犯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能送这个人让医生手术吧？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你谁呀？多管闲事儿！要是钱多，你喜欢烧钱玩儿。我爸都不敢跟陈小姐。陈小姐说话呢？陈总，你误会了，陈总是吧？那个工程的项目是你的。 现在我们工程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公司在。江毅，你别在陈总面前胡说八道，咱俩没什么私下交情。欠工资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
我一会儿会找人去，但我来找你不是这件事情。哦，我是来找你退婚的。 妈的，有点意思啊！吴尚，那女的谁呀？没事儿，小点声。那个婊子可是江城第二大世家，陈家的大小姐。但是江毅那小子怎么会跟她有婚约啊？难道她跟江家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她在一起这么久，她跟江家有没有关系，我都不知道。反正陈小姐已经拒绝了，到时候。 他不还是故意再来抢？那老头这次又想搞什么花样？你果然认识我爸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蛊惑我爸，让他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但我绝对不会跟你结婚。你说退婚就退婚了？嗯，这刚定下。 哪有悔婚的道理？只要你答应退婚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江家办事水平现在有所下降啊，你就不怕我要的承诺，江家顶不起？什么江家？行了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是江家派来的。江小姐，你看清楚，我是陈家大小姐。 陈瑶，文家，啊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今晚陈家会有宴会，到时江城所有上流世家的人都会来，你当面跟我爸说清楚，退掉这门亲事，就说是你不愿意。这个我肯定会去，因为我也不想被吃光。算你识相，这是500万，当做我给你的底。 这钱呢，我是不能要的。至于我欠你那5万块钱，你只需要让吴明尽快还我的工资。陈大小姐，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把所有拖欠的工资都结清，否则我让你在江城没有立足之地。 好了，陈小姐，我等会儿就去。妈的，想从我嘴里得罪。哎，马哥，我是你。哟，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听说陈瑶找你了。消息还挺多。 像你这种人根本配不上陈总，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，别试图吃陈家的软饭。我怎么可能吃陈家的软饭？哎，谁呀、啊？这是哎！感谢大家今晚来参加宴会，陈总。今天这场宴会可是决定我们江城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。陈总。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，出人一个，我先干为敬。马哥，不，这样，我们一起敬陈总一杯。好，那不过是大家抬举罢了。要不是江家这几年辗转幕后，我们陈家也不可能接受这么大的项目。趁着今晚的宴会，等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陈家的女婿。成为陈家的女婿，那以后肯定飞黄腾达。他娘！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多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江毅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啊！江毅，你个废物，竟敢打我！江毅。 我不就晚几天给你工资吗？我又不是没给你钱。放屁！我忍你很久了，上次给你的教训不够了吗？今天的宴会可是陈家举办的。
本来这是闹事儿，你他妈找死！来人，给我抬出去！赶紧！林总，怎么？你有意见吗？别说今天的陈家的宴会，只要我想，这是江城没我亲不亲的地方。你说的对。 潘叔带这么多人来参加宴会，可是给足了我陈家面子。不，今天我来宴会，不是吃喝玩乐，过会儿要是有冒犯陈家的地方，还望海涵给我把驸马拿下。潘叔，您这是累死，我们也没有得罪过您的地。今天你刚派人绑了我，就不知道刘相，哎，不是无辜的。 诽谤我，你还狡辩！拿出去，让两个狗腿！大家说不说？潘爷，我真的没有派人去医院打他，我刚刚考虑去医院。老子打你怎么样？你一个臭半端的，你说找人打你，我他妈弄死你们在乎？你敢跟江家人这么说话吗？潘爷，你说这小子是江家人？潘哥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 难道江毅是江老爷子的？如果你想让我不干，就把我们社会见得见。江毅，我不认识，我只是说你小蓝、胡莽，你打谁我不管，你敢动我江家的人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就算是拳头会，他也不敢。哎，莽哥，我绑架江毅的时候，林小姐一起绑了。妈的，一群废物，敢害死老子吗？我天！ 太废了！太废了！潘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这都是误会，我错了，潘爷。哎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有人指使。是无名，都是无名让我干的。别胡说啊，少在这里污蔑我！潘爷，我都不认识这小子，我干嘛绑架他呀？ 我能替无双作证，无双什么都没干。潘爷，江毅就是嫉妒我跟无双的关系，故意污蔑无双的。你当然会站在他那边呀，因为你是他对象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话实说，再说了，就是绑错个人嘛，反正他又不姓江，大不了赔他点钱不就是？你不是想要额钱吗？说吧，想要5万，看够不够？问你。 你怎么跟你家里说话呢？啊！当初来啊，吴少为了这十几万的工资，居然敢绑架我，你吴家真……潘爷，你饶了我这次，你让我做什么事情啊？既然今天这件事因这位小弟而引起，那就让他说了算吧。好啊，那就先把我们十几号人的工资。 吴少在自断一臂了。小子，你藏好，汉爷在你面前，出了这个门，我弄死你！那，那可能吴少是不愿意自断一臂了。吴少，那你可知你两个手下是林小姐的？啊！我们直接动手就行了。来人，把我把他们都拖出去。 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刚才出了几个垃圾，大家继续。潘叔，您和林小姐正好赶上了，不如一起坐下来喝几杯吧。应该的，我们打扰了陈家的宴会，理当敬酒赔罪。你就不想知道陈家女婿是谁？正好打算你对陈瑶那点小心思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未来的女婿。 江毅先生，瑶瑶，还不去把江毅叫上来？江毅，不要忘了答应我的事，跟我来吧。陈叔。 这就是我们陈家的女婿江毅。不知是江少爷是哪家公子哥呀？我不是什么公子哥，我就是一个工地搬砖的。
莫非江少爷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？江毅，你这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说什么？啊，差点给忘了。陈叔，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对陈瑶的。江毅，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还有这张佛牌。 是当年你父亲留下的，就算是给你们的贺礼。谢谢江叔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不愿意，既然这样就别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就搬我家去住吧。啊？你们年轻人不是讲究日久生情吗？ 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你知道工地有至尊三宝吗？什么三宝？停电、下雨和美女，特别是这样。油嘴滑舌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你知道夺宝方的窝在哪吗？请问这个干什么？爸，无名最大的倚仗是夺宝方，我害怕他事后算账。宁可阎王不惹小鬼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去招惹夺宝的人，否则出了什么事情我可管不了。 你就这么不行？一个臭卖力的能有多大能耐？行，那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1周之内我把赌马帮连根拔起。那要是你做不到，就立马搬走。那要是我做到了，条件随便你提，不过可能吗？睡觉。 美女，跟我们一起玩玩吧！住手！他妈的，赶快老子好事找死是吧？住手！注意毛头小子，咱们继续。美女，跟我们一起玩一下呗。还有我，咱们一起快乐快乐，行吗？行。哎，你这是什么？知道还不赶紧给老子滚！扰了老子的兴致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那正好啊，我就拿你们那练手。 当敲门砖了！啊！我老子都敢打，看老子今天给我抓了你的皮！我来，抓人！不用叫人，会亲自。啊！ 打架还挺厉害的嘛！哎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到我家来当我的保镖啊？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卢宝，还记得你和无名勾结？卢宝。 是你呀、啊！二哥，这仙鹤老师谁呀、啊？一个工地的搬砖的废物，还记得你和无名勾结，把我兄弟打进医院的事，才打进医院，我没叫人把他们送进棺材就不错了。怎么，你来求爷爷我送你出棺材？
动手打人就想这么算吗？你别以为潘叔替你出了头，你就能在江城横着走。上次不过是林小姐在，要不然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 只要你喝了，我今天饶你命，不然你就活着。这是我满腹心想，谁想太阳不散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老子他妈弄死你！杀！啊！ 你好厉害啊！你怎么还没走？你都把他们打倒了，我还怕什么？哼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谈情说爱，我呸！死到临头啊！你是在吹你自己？ 你知不知道我是全都会？你个臭垃圾，敢动老子一根汗毛，我杀你全家！什么狗屁全都会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江城再也没有毒马帮。啊！毒马帮被端了？难道真是他干的？一定是巧合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你来干什么？ 我可没说过你能随便带女人来公司，这个是你老板，我可以不怎么样。我怎么样不需要你来评价。那个啥，毒蟒帮我已经端掉，按照赌约，我是来提条件的。真是你干的？没错，就是。怎么，你还怀疑我江大哥不成？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凭借一己之力端掉了整个毒蟒帮。 江毅，你知不知道毒蟒帮是全都会的堂口，而全都会的老大是江城的地下皇帝。现在他们的堂口被端了，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是江大哥的女朋友，怎么就没我说话的份了？你可别乱说啊！没错，我们这儿清白。江毅，你在外面怎么乱搞？我不管。 但这儿是公司，请你不要带不三不四的人了。滚！我还不想待了呢。走。喂。江毅，能耐点。刚订婚没两天，就敢带女人来示威。大小姐，你这么一闹，我这家公司的事儿都全……哎，不就是一份工资的事儿吗？我呢，带你去我家，我爸老有钱了。 去哪儿？哎！哼！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想，看在你这么能打，奖励你送我回家吧。哎！什么？ 你们能被端死啊！给我仔细的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，敢端我全都会的堂口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天差点让几个混混给欺负了。你没事吧？敢动我的女儿！爸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江毅，今天啊，就是他救了我。 他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说，他一个人可以打一群呢。李叔叔好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如果她要出现什么意外，爸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你看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二队就好啊。这是我李家至尊金卡，随时可以透支1000万。我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 啊，李叔，这我不能要，救他只不过是我举手之劳而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的年轻人。
就助你，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！行，你在干嘛？江毅，本小姐决定了，要是你不同意做我男朋友，我就不走了。你这小姑娘，净整这些虚头巴脑。 不好好学习，你走不走？不走。不走行啊！我睡觉了。哎呀，江毅，你醒来嘛！起来，江毅！你这是在玩火吗？就是在玩火，怎么？只要你肯答应，做什么都行。 那我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！你臭不要脸！你千万不要，满地不还是我花钱？随便挑吧，本小姐。哎，夏子丹林，哟，这不是江毅吗？刚吃完全家软饭，不换吗？ 去去去，跑饭去别的地方去，别在这待着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不是来买衣服的，怎么就是跑饭的了？你难道是早上没带隐私出门吗？还是脸上有什么名字？清楚了吧？本店是会员，老娘今天刚请的男的。那，这就是。你以为你吃上陈家软饭就有什么用？ 其实说到底啊，你就是一个臭农民工，还不是条狗，还喜欢公厕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说啊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该给我滚出去，别给我叫保安吧你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有本事你也搬出去。现在就让我罢工。 我们店的会员卡最起码需要充值500，你们俩要明白，规则得让你们服务。给我办一张千万！什么玩意儿啊！这不让，从卡都能破，拿走！什么时候？这可是黑卡，这数值超过5000万的人才有。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啊！ 难怪我爸给你1000万你都不要，怎么就这么长？王总，两个乞丐非要闯进来，还鼓张脏卡，说要给他们充1000万的会员。1000万？你怎么要那种卡？识货就好，还不赶紧道歉？尤其是他，我要你立刻把他开除。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鬼上也偷拿。是不是真的？刷一下。 两位稍等，还不刷一下？你们给我等着，要不刷不出来我看你怎么办？余额5000万元。先生，您的会员卡。哟，现在叫我们先生了，刚刚不是还说我们是臭要饭、臭捡垃圾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两位，刚才那是小误会。 看你们需要什么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下吧。这个我们店也是以顾客为上宾，今天两位在我这里，我们也干不着。啊？不过他刚刚说只要我饭不给，我不行。那现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再不是消费几千万人大有人去，别以为吃个软饭充我会员多了不起。哟。 玩不起啊！别以为在奢侈品店当个导购，他都是优越感了，真以为自己是个有钱人啊？说什么？像你这种犯贱的要求，我真得……江毅，你这是在打我？这是全都会的地盘，脑子好！全都会怎么了？全都会怎么了？全都会这么好，也没见人来救你啊！破全都会就是狗屁！
站住！在老子立牌撒野，不腻了是吧？经理，他派出去的会是臭狗屎。小子，要么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要么叫人打断你两条腿。瞧你有几分姿色！ 今晚留下陪我一晚上，这咱这事儿就算。呸呸呸！你们这群人渣，败类！哎，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哎，我今天就不是把你给办了，下去。哎，老总，怎么了？叫什么？我姓什么？还叫你干什么？你大不经理！啊！ 叫人都死，他们都死，他们。秘书，秘书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可得打死了秘书！闭嘴！废话，我听琪琪跟我说，这江毅那小子。 来，你看看是不是这孙子？是他，看清楚，就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听说你知道吴马帮覆灭的事儿，是会长，我查出来是谁干的。哎呀，就是一般人的废物，怎么能入您的法眼？您这次给小的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 哦，一个搬砖的废物，还有那么大的本事？老规矩，废他四肢，等着我亲自审问。哟，臭搬砖的，好久不见啊！无名，你不是在医院吗？啊，不是，快去医院弄。喂。 你谁啊你？哟，换了个金主啊！吃软饭不重样。要我说，你可是软饭圈的这个。我能让你进医院第一次，就能有第二次。江毅，老子这次来可是有备而来。你还想让陈瑶为你撑腰？我告诉你，全都会的会长，你给我下死！老子辞职，把你们两人滚！给我上！ 等等，不就想要钱吗？给你钱不就得了？江夜，你看看当缩头乌龟当多久了啊？我要说你是废物，都是在侮辱。等我弄死你，我好好找。我来。不行，那么多人，我给我爸点。厉害的，安静点，等会儿老子再来收拾。 给我上！不好！闺女，没事吧？怎么没事？你看我的脸，就是他打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动我的女儿？哎呀，姑爷不是开枪，从哪里来的？这是，都是江一这个小子，我是帮的事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不过刚刚那个人怎么那么害怕你？他叫你什么李会长？难道你是全投会的会长？把你这么……我不管，江毅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你想要带走他，先带走我。
我相信江小友的为人，也相信我的眼睛。爸，吴莽莽的事儿给我讲清楚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小姐有消息称，拳头会的会长李天要打断姑爷的四肢。啊，家里现在在哪？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毒莽竟敢在我背后为非作歹。好，嗯，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清理门户啊。会长，家里是我的人，我搞定了。虽然我不怎么看得清楚，但你终究是我的，除了我没让他成。怎么就成你的人了？你不过是老板而已，又不是结婚了。李会长，不必多说了。我知道毒莽帮的事情是江毅干的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咱们可以协商赔偿。江毅只不过是一个练过拳脚的普通人，远承受不住拳头会的怒火。如果您非要针对江毅的话，那我陈瑶奉陪到底。陈小姐，江毅是你，我的员工。如果连我自己公司的员工都保护不好，那我陈瑶也没有脸面在江城混下去。哈哈哈！您笑什么？笑他有个好老板。李会长已经决定不再追究这个事，还要感谢你呢啊！我们走吧。嗯。你刚才怎么不早跟我说？尴尬死我了。我倒是想说呢，啊。你那么强势，我哪插得上嘴？就你鬼话多，跟我回去，明晚准备一下，陪我去参加孙家商会。行啊。孙家一直觊觎我们陈家，这下恐怕麻烦了。就是打工的，你说什么就是。让我们祝贺孙家的公子孙文先生成为江城最年轻、拥有公司最多的商会总裁。诸位，继续。陈瑶，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是这么漂亮啊。孙文，你想干什么？瑶瑶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整个江城只有我能配得上。你想耍什么把戏？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孙文，你我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样子我比谁都清楚。我陈瑶要嫁的男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，绝对不可能是你。是什么人？笑什么笑？他是我带来的人。江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可是孙家举办的全江城第几天的宴，你是月薪五千，臭乞丐有多资格接待？该给我滚去！哼！你认识他？孙少爷，他是工地那个副班端的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来他们同僚了。陈瑶，你竟然喜欢一个臭搬砖的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哈哈哈！陈瑶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堂堂江城第一美人，怎么会看上一个臭搬砖的呢？我就说嘛，你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要钱没钱，要钱没钱，他离开我都是老妈。原来他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臭搬砖的呀。被你女神甩的滋味不好受吗？讨厌。哥，其实他走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一条吃屎的狗。但是您和孙大少慧眼识珠，不让这种东西入市场。陈瑶，还好你带来的。别忘了，我们陈家还欠着银行几十个亿，整个江城除了我，没人能帮得了你。陈小姐，你说你跟一个臭搬砖的能有什么出入啊？你还不如跟我一样，只要陪孙少玩上几天，别说是十亿了，就连二十亿，孙少也能帮你搞定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那么下贱，为了钱去舔别人的头发，你也不怕得酒气？孙少，什么时候开始赌宝啊？听说你这又来了一批宝贝，我这可是准备好钱了啊！既然刘行长有了，那一会儿我安排人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
陈家欠银行的贷款很久了吧？陈小姐啊，你家10个亿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，也该还钱。对不起啊，刘行长，我们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过段时间一定。又是冰块，我记得上次你也是这么给我说的，再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钱还不到账，咱们就照章办事儿。刘行长，陈小姐，不如这样，一会儿啊，我有一个鉴宝局，要不要陪我玩两把？赢的话，贷款我替你还上；输了，真的呢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果然是跟这个老巫婆一起来了，别理他，咱们去那边吧。林小姐，认识这个臭搬砖的？你才是臭搬砖的呢，你全家都是臭搬砖的。张哥的功夫可厉害了，我你。原来是有林小姐妖啊！林小姐，一会儿我就去鉴宝局，你去玩。张哥哥去，我不去。前面是什么关系？找不到。先生。你刚刚说的还算数吗？我孙文说话一言九鼎，只要你赢了，贷款我出。我更忙。你什么东西？叫你去了吗？你流氓，先走。张哥哥是跟我一起的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陈小姐，我看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，输赢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你买的那几个破烂价值总价不超过50。孙少还是这么厉害，先提前恭喜孙少爷了。陈小姐，可千万别玩不起啊，这里可没人逼着你玩。对，别说我要耍赖了。要不这样，八叔来选两件。你会选古董吗？这有什么的，小时候听老爷子说过，反正都是输了。要不就是自己心情，就凭你，你敢瞎孙少爷？喂，算他们的。你，陈小姐，临时换人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更何况你还找一个从没接触过古董的人。规则是会变的，就看代价够不够。我让江毅来替我选，要是赢了，贷款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。只不过。还要请刘行长再宽限我一个星期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要是江毅输了，来定随便你。怎么办都行。陈小姐说的可算数？当然算数，这对孙少爷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我怎么会不愿意？这局我和江毅1对1，其他人退场。孙少一共选了3件宝贝，第一件是元青花锦香瓶罐，第二件是晚星期釉里红长瓶，这最后一件竟然是宋汝瑶千星釉盘。孙少果然好眼力啊！但这宋汝瑶千星釉盘，我记得去年嘉德市可是拍了8000万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前面这两个都挺准，但是这最后一个宋汝瑶。金釉盘只是稀少，上次嘉德市拍卖5000万，这次我估4000万，并无不当。是啊，如果说他是真的话，当然只不过你封口被压没关系，先要拿出证据来，否则我可是要跟你讨个说法的。首先啊，这个瓷器，第一，它的香灰色过深。第二，真正的瓷器啊，应该是这个瓷器的重量1/3。这个，就算这件是假的，前几件加起来也有1000多万了，你怎么赢我？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还有钱买吗？没钱一边待着去。你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好，那我就选他。都10万。陈小姐，看来今晚你跟我走定了。这个家伙花10万块钱就买了这么一个摆设用的赝品，你就这么肯定？
你已经输了。你花八十万就买了几件破烂，虽然那几件值个五百来万，但是你还买了一个赝品。恭喜孙少爷，愿赌服输。陈小姐啊，作为陈家人，江毅，你还是不清楚自己和孙少之间的差距，就凭你拿什么跟孙少？谁说我？你怎么就敢说这个瓷器是赝品？陈瑶，你带来的人就这么玩不起，输了不认账。你说赝品就是赝品啊？那我还说你买的都是赝品呢。孙少爷在古玩城号称第二手，只要是孙少看的东西就没有错误。没错，我这件瓷器的确是赝品。没想到你还有点眼力，知道这个花瓶是赝品。陈小姐，你已经愿赌服输，我无话可说。陈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其实我对你没有兴趣，我想要的是你们陈家。刚才你也说了，你输了，听我的。那好，我现在要你将陈家所有的资产转让给我。我现在要你将陈家所有的资产转让给我。原来你是开什么目的？就是我们陈家。没想到是个愣头青啊，没意思。陈小姐，三年之后记得还清贷款啊。哎，你们干嘛走啊？谁是我？张毅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耍赖，丢不丢人啊？江哥，要不算了，有我在，陈家不会有事儿。花瓶是赝品，那是佛牌。这还是家事。思文，你输了。我们这个值三千万，而你才一千万。不可能，作弊！这肯定是你之前放进去的。好啊，谁还敢作弊？按规矩，作弊断。江毅，没想到你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了。睁眼睛。空口无凭。再说，那些东西都是你们提前准备的，我们根本没有经过作弊。你们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，谁看见江哥哥作弊了？你们要是敢诬陷江哥哥，小心我让我爸教训你们。孙少爷，我还以为你眼光不错，没想到就是。不要以为你们赢了我一次就可以嚣张，你们要搞清楚，一直占据优势的人是我。孙少爷，没有好事。既然江毅赢了，我想那也该。不过是七天而已，我倒要看看，在这七天里，你们是否能将这十个亿还清？到时候你们还是要给我跪下。妈的，你好厉害！你是不是经常挖墓穴？居然都可以突破孙少爷。你们俩好好玩。我就先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江哥哥，他都说了让咱俩好好玩，还理他干嘛呀？要不咱俩去跳舞？没想到李小姐也在。要你管，我想去哪儿就去，用着跟你报备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知李小姐和我赏了脸，给我去跳一支舞啊？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不想跳。那不如我们去那边坐坐吧。最近我在城西拿下一个项目，准备和李叔合作呢。你找我爸去谈呀，你找我干嘛呀？你去那儿。狗东西，找死！江毅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离李小姐远一点，要是让我看到你再碰到她，我砍你一只手。
你要是再敢多看他一眼，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下来，懂了吗？你这是什么？断手？出眼珠子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整个江城拳馆都姓李，只要我一句话，那尸骨无存。怎么？老贾哥哥。啊，你今天这个皮肤不错。呀，你这个脸也挺……脸上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直接？那天你在床上还是个正人君子？什么？你们两个上床了？你不是说要出我眼珠子？好小子，你有种！李岩，给我出来！黄天赐，回来！当年你黄家行不仁之举，被我赶出了江城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按你所思，当年若不是你把我黄家，黄家不会如此。你当年是我们黄家早晚会遭天谴。你今我把这个锅子还给你。黄家做的事，当年谁不知道？想动李叔叔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谁是我要动的？你今天来啊，只不过是给老爷子一个大礼。这个礼，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给我收。青云山虎门分舵，少舵主陈雄，又是李天。李天，没想到你们为了送这份大礼，连青云山都惊动。既然你是青云山虎门少舵主，那就出来话不到了。李老爷，就让我来替李家教训教训这个恶徒吧。他当年不过使用的是下三滥的手段，我放了。既然如此，下，今天啊，当初你把我们黄家赶出江城，今天我就要把这个事，我要让你看着那女儿被玩弄，然后白玉峰，我江毅以武会友，怕是有些不人道。行，今天李家收不了你。今天江城还有你这样的高手，今天我认栽，我后悔已尽。今天是爷爷八十大寿，你一会儿跟在我，旁边，不要乱讲话，别给我惹麻烦。放心吧，银行那笔欠款处理的怎么样？要不要？你帮我想办法，我还不如去求财神爷。小姐，你怎么有脸来呀？我来参加爷爷的寿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身为陈家的总裁，只会亏钱。我倒是你，真就没脸来见爷爷。哎呀，陈小姐也在呢。李少。李少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呀，你的臭班长也在这儿呢。什么时候陈家都让你们飞回去上桌了？说的就是你，江毅，你也只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而已。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李少说话？还不过来立刻跪下给李少道歉？啊，
我今天是来给陈老爷子祝寿的，不是来闹事儿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别把事情闹大。看看人家女少姑娘多大，哪像他们一家的配偶呀？他爸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让她嫁给一个臭搬砖的。陈瑶更是个废物，害得陈家差点跟他一起遭难。要说废物，没有人比你更废。一块天价地皮贱卖出去，还好我老婆没同意，先这个留下。要不李家落到你这种事，没几天。你说谁废物？还天价地皮？陈瑶不知道从哪买来一块城西的荒地，害得陈家周转困难，还有脸说是天价地皮？未来几年，城西将是重要发展方向，那块地皮更是重中之重，要不了五年就会增值100亿。你说不是废物？城西是未来发展方向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你知道要发展哪块地吗？这事儿连我们陈家都不知道，那个臭搬砖的。青青，你的姐夫还挺有意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天王老子，他来左右江城的发展方向吗？信不信啊？随你吧，反正你们陈家错过了一次。江毅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说话，但你不要瞒着谎话。对，你要是现在会以为我认错，好，要不然能不别欺负我？是傻子，怎么那么喜欢我？你，哎，李少，你别搭理这个废人，他在我们陈家就是吃软饭，你进去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爷爷，我来给你恭贺八十八寿。地皮的事情处理干净了？嗯，处理好了，没有损失太多。哼，还有10亿的贷款没有还清，你要是堵不上这个窟窿，你就别干这个存财了，让你清清正好。爷爷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还没死，陈家我是说了算。梅丽莎，三天内你要是还不清贷款，就自行辞职吧。爷爷，李少爷特地来给您祝寿了。李少，我们陈家遇到了困难，不少的家族都在旁边支持，李家还能亲至，真是患难见真情呢。陈老爷子这说的什么话？人家有难，特意来送一份大礼。我李家10亿的项目，愿意交给陈家。10亿的项目，不过陈家要给陈家一个承诺，我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对陈家小姐早已爱慕有加，可惜她突然订了婚约，让我很是失望啊。李少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明天就让他俩毁掉婚约。那倒不必，媒妁之命，父母之言，既然是陈叔叔决定的，那就要尊重陈叔叔的意见。不过我要是能跟李小姐喝一杯交杯酒的话，也算是无憾。而且我要让江跪着给我道歉。只要喝了这杯交杯酒，10亿的项目双手奉上。你说10亿的合同？没想到李少早就对陈瑶有意思，可惜陈瑶已经离婚了。陈瑶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李少喝交杯酒？就是啊，表姐夫，还不赶快过来跪着给李少端酒？你真是那个，你好好跟我喝点酒，你说话你不客气。爸，再怎么说瑶瑶她已经离婚了。你让他跟李少喝交杯酒，这不太合适呀、啊！而且还让江毅跪着给他端酒，太过分了！这他有什么过分的呀？大伙你别忘了，表姐现在可是陈家的总裁，得为了陈家的利益着想。瑶瑶，我只是为了李少的一个愿望，你可以借此机会给李少打好关系，多来往来往，可不要像你爹一样，就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你这个臭
搬砖的看没有。你要是识相一点的话，你就早点，我一定要婚约，跟你说陈家。一个十个亿的合同，就让你们如此。我要拿出五十亿的。五十个亿的项目合同，你还真敢说呀？你知道五十个亿的项目合同多么庞大吗？江毅，你一个臭搬砖的来这儿装什么装？还说是五十个亿了，就是一千万现金，你有没见过？算了吧。一千万我的确没见过，但是五十个亿的合同，你是闭嘴！陈瑶，你要是管不好你个废物老公的话，你给我轰出去！别的拉出来有我们陈家的脸面。陈老爷子，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个机会，说不定他真的能拿出一个五十亿的项目合同。江毅，既然你说你能拿出五十亿的项目合同，那你拿一份出来给我们看看呗，也让我们见见世面。想拿项目合同，只要我们这话。江毅，我看你是脑子被插撞了吧，你在这做白日梦。既然你说你能让人送我，那我就让你打这个电话。不过要是送不过来，你就给我跪下学狗叫，鞋底给我舔干净。那送了。说你胖还喘上了。江毅，我看你是脑子被车给撞了吧，我看你还没趁早自己烧跪下了。江毅，别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李少，江毅来跟你开玩笑。我问他现在就别胡闹了，开心过惹的麻烦过多吗？让他打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在开玩笑。江毅，等会你的裤鞋底吧。那我要是我呢？你要是能送得过来，我不把你鞋底舔干净。行，那就这就结束了？你在这糊弄鬼呢？别以为随便打个电话，我们就能信你。江毅，你还不赶快跪下给李少道歉？特来特受。他们今天是陈老爷的八十大寿，江家特派我来给陈老爷子贺寿。谢谢江老爷子。没想到江老爷子还想了我老朽的八十大寿。林小姐，带我向江老爷子问。林小姐，你来陈家不只是为了给我爷爷贺寿吗？那当然，要不然还能是为了什么？这个废物刚打完电话没两分钟，林小姐就来了，肯定是巧合。江毅，愿赌服输，给我跪下磕头吧，把我的鞋底干净。我要的合同呢？大胆，你是怎么给林小姐说话的？林小姐今天来是特意给我贺寿的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滚出去，你的事儿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。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别在这儿胡闹了，待会儿我跟李少解释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什么都不要你说的。真是五十个亿的合同，你真是五十个亿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合同肯定是假的，你怎么可能拿到五十个亿的项目？肯定是林小姐有什么把柄在江毅手。江毅，你起来威胁林小姐。林小姐，你不用说，江毅要是敢威胁你，你就知道。我话你说什么？这合同是江部长特意留给你的，女人要是不想要，就还给我。还是江部长。前段时间江老爷递荐江毅为项目部，合同送到了。江部长，那我今天告辞。生死的人情，还给你。
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手气，竟然让你搞到了江家50亿的项目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鬼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，还什么项目部部长，你干不了几天就得离开。有了江家这个项目，我们陈家就可以度过一次难关，并且更进。瑶瑶，你还找了一个好老师，好了，带你一起查查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？刚才他和我打都打不过了，现在是不是对上了？江毅，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江毅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刚才李少是跟你开玩笑，你要是输了，李少还真的让你跪下。你就不能有点过分？李少是打的赌吗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再说了，李少可是未来李家的继承人，而你只不过是个耍耍项目，能判多久还不一定。我跟你比，如果是我输的话，我一定会逼我跪下给他。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江毅，你别认为给我们陈家这个项目，你就可以不讲礼貌。说到底，你们江家给我们这个项目，实际上是看中了我们陈家的实力。就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准你这什么项目部长，就是拿出来骗人的。你们要是这么不要脸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江毅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爷爷这也是为你好。儿叔，难道有这种对的？为老君在他手上，真是淋漓尽致。你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爷爷怎么了？爸，爸，救命！爸，爷爷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醒醒！江毅，狗东西！爷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去叫救护车。不用叫救护车，有我在，陈老爷子不会有事的。对呀、啊，李家不仅沿袭拳法，还是医术世家，有李少爷在，爷爷肯定会没事的。快快快，让李少给爷爷看看到底怎么了。陈老爷子没有什么大碍，不过是急火攻心而已，只要让我用银针扎上两下。没事，你行不行？要是不行的话，我请潘叔来给老爷子治。不要以为你运气好，拿到了江家的项目，就有资格提潘爷。潘爷江家大总管，江城一代神医，岂是你说请就请的？江毅就是故意要把爷爷气坏。我看，他就是图谋陈家的财产，跟陈阳联合起来。想要独吞陈家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往出说。你有没有这个意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李少，请你赶快救救老爷子，我怕再这么下去，这……陈叔叔放心，有我在，他老爷子不会有事。李家，你要是不行的话，千万不要因为面子拉不下老脸来求我。你这疯狗！陈阳，你要是再管不好你家这条疯狗，就趁早离开陈家。你也醒了，我会把他的话全部告诉你。江毅，爷爷已经被你气成这样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？我不是。爷爷醒了，李少爷果然是妙手回春。那个废物还说李少爷不行，就是嫉妒李少爷的才华。术业有专攻，我不是呀、啊，他也是好心，想请潘爷来救老爷子。可惜啊，潘爷好多年已经不出手了，岂是他说请就请的？他那有个屁的好心，表姐，不是我说的坏话，就是他那个样子。你还是少跟他离婚算了，要不然陈家的脸迟早……那就赶紧把老爷送医院去检查一下吧。还送什么医院呀？你李少爷在，
爷爷不会承认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爷爷，你说呀，爷爷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要不送医院去吧？要不然把张姨给叫过来吧，让他把阿姨给叫来，你看看。他怎么可能认他你？完全是在胡扯。李家特来恭贺陈老爷子八十大寿。您远道而来，我爷爷本该亲自出门迎接，可是他那个不忙。有这事儿，快带我去看看。我不懂医术，但是神医潘爷送给我一粒药丸，说是在危急的时刻能救人一命。不知你们可愿一试？形势紧急，又是潘神医的药，还请李会长尽管一试。嗯，好。多谢李会长出手搭救，只是我爷爷现在还未醒来，然后被宋燕闹成这样。你不要担心。我跟潘爷还是有一些交情的，只要能把他请来给老爷子看看，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可太好了，李会长，那就劳烦您帮我们把他请过来吧，我们必有重谢。潘爷好久没有出府看病了，我也不敢确定。不过三天之后，我全都会新开一家酒店，到时我会大摆宴席，请潘爷到场。在宴席上我求他，我想他一定会答应。有劳李会长，有劳李会长。江哥哥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遇到一些垃圾人和一些垃圾事儿。我就知道肯定又是陈家那个老巫婆惹你生气了吧。我就说嘛，要不你跟他解释婚约算了，跟我在一起。我李家呢，虽然比不上陈家，至少比他们实惠啊，对吧？算了，毕竟是我爸给我留下的婚约。好吧。陈毅那个混蛋竟然这么……要不这次就先算了，有那个江毅在，咱们可能搞不定陈家。不行，为了这次机会我等了太久，必须拿下陈家。陈家不是还有笔贷款吗？只要他还不上，陈家迟早是我的。那就先提前恭喜孙少爷。谁？谁在偷听？江哥哥，想什么呢？嗯，没事，走吧。江毅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爷爷现在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生死未卜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是你不听。你还有理了？三天之后，李会长会找潘叔来治好爷爷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当面谢罪。潘叔，你从现在开始就一直待在家里，不要再出去给我惹麻烦。出去挣钱还债啊？难道跟你要个离婚制等死吗？我可以靠去。刘行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要是为了贷款的事儿，咱们就别开了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刘行长，拜托您再给我们宽限几天，三天筹集十亿确实有些困难。您就看在咱们之间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再给我们几天时间。不是我心疼，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
我不是已经宽限了你三年了？你这老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赌宝挺厉害的，干嘛不让他去古董市场？他给我们啊啊！我对一个即将面临牢狱之灾的，你说什么？你们来求我办事儿，还敢诅咒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贷款事儿现在还是没得商量，三年之后要还账，人家你破产吧。李行长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我还想看在孙少爷的面子宽限你，看来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来人了，宋哥。江毅，还不赶快给刘行长道歉？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处？先去不出半个小时，去。快请坐。陈小姐啊，看来这贷款的事儿没有商量余地。刘行长，我们家里还有一副唐伯虎的字画，早就听说您喜欢古董字画，我去车里给您拿来。这么多人里面啊，啊，我也不跟你多浪费。不过嘛，我这下班。我这就去车里给你拿。走。箱子里放。刘行长，上周在荣城买的别墅。啊，对了、啊，还有一艘挂在你前任名下的游艇，前任名下没有个1000万，别墅是我买的份儿，游艇是我买的份儿，我有钱我乐意，管了。看来你还真是不见光死不落的人。那你怎么解释？这银行账目上损失5亿，到底是多少账目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上面也是这样，你不用我死的心，竟然在背后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抓你，给陈家的贷款还照章办事儿，都要揍你也没用。少兰，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。还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挪用公款超过5000万，起码可以做15年的事。哎，你说这李小姐有点得意，估计啊，他没好好。不是，没老实。你要这么想被抓呀？真不让你承认，那小子怎么会那么成熟？要不然啊，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你银行多少账户？本来呢，那小子想直接把你拆了，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。以后很累了，我刘文今后就是你的人了。你让我上，我绝不想放开。陈家的债，直接一笔勾销。
你别过来，今后就没你的。我绝不想祸害你。你直接一笔勾销。来，干，还是怎么样？那我是个员工，毕竟我姓洪的，是你家主人。是。还有。 江毅，你是怎么说付刘行长给我延期还款的？他这种人不就胆小怕被抓进去？我跟他说我在金融部有人，在查他违规挪用公款的事儿，只有我可以帮他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挪用公款？你真要帮他？像他这种蛀虫一样的，不挪用公款，那才奇怪。至于帮不帮他嘛，那得看他自己表现。 原来是这样，江毅，你突然让我刮目相看了。走了。白叔。 我愿意回到江家继承家族之位，不过有件事你得帮。你胆子现在太大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敌人，你我江家的儿媳妇，你找死！我估计是苏文干的，之前我在天池遇到的，他和黄天赐还有陈子清在一起聊天。 他就在城西的仓库里找到了，他就是。看来之前留他一条狗命，真是拼了。那小兰在机关房给你一起去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我都敢保。江家换衣服，你看。王家，早被你们找没了。 江雨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事？老子哪天逼不上他？至少他不会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放了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不然事情闹大了，谁都不好。我们现在不是陈家大小姐。 什么意思？我要治愈你。哼，等你那个脸，玩你们！<音>
没想到他就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谁呀？谁？我靠！今天我就趁热打铁，你几个老人家？杨毅，没想到你把陈家的人都来了。老夫听说了陈家的人都来了，老夫出去了。兄弟，上！燕儿，走出乡下，我让你后半辈子永远在床上待着。燕子，好心告诉你，姑娘，我的问题，我让你不得好死。有啥的话，我都责备陈家，陈家也是个女啊，什么火的药？火的药！杨爷，你快走，他不敢动我的，你回去告诉爷爷。他们今天哪儿也走不了。黄天赐，原来还有你的腿，没错了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直呼孙少爷的名字？师兄，找我找吗？什么事你冲我来？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讨价还价的机会吗？陈家，给我跪下！你老婆现在在我们手里，你最好想清楚。虽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是我要想弄死你老婆，还是轻而易举。应该说那么多废话。好，你现在要是乖乖跪下。老子心情呢？你敢？没必要为了头儿报仇了，报仇了不用陈家。林小姐，麻烦你带他去吧。苏二弟，我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哪什么。整件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苏儿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还真是不见光死。我的人在手下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陈天宇之间的事儿，我给你三个字：我。跟我说，他只要让我帮他搞定陈家，他就帮我帮他搞定你。我每天都会回来了。不简单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快说！他还说我搞不定也没关系，他只要让我帮你拖住就可以。陈天青会把脏水喷给陈瑶，这样陈瑶就会被董事会开除。陈家一样是信任的。原来如此。我听得一个都。李小姐别着急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估计一会儿就到。放心吧，你爷爷的事儿我一定安排了。那就有劳李会长了。
这寻思办事真是不错。你要疯了？你做了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刘老爷，借您家的烟灰缸。喂，今日虽然是李老爷的，但是陈家也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陈氏集团总裁陈瑶，身为陈家的长女，滥用职权，贪赃枉法。这些年陈家的亏损和巨额债务，都是被陈瑶给吞掉了。证据我已经在搜集当中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提议免去陈瑶的总裁。陈欣欣，你别血口喷人！陈小姐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里清楚。倒是你，狼子野心，竟然派人，突然和陈小姐之间关系这么好，莫不是说江家跟陈小姐已经不可告人？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林小姐，那既然今天陈家各位董事都在，那我提议现在召开董事会，同意将陈瑶踢出董事会。你有什么资格召开陈家董事？没想到你还活着，还真是有两下子。先生，那次你看到我很失望。确实很失望，不过你也蹦跶不了多久。现在开始董事会表决，同意将陈瑶踢出董事会的举手。孙文，你有什么资格召开陈家董事会？要开最起码也得是陈家董事才行。孙少爷现在已经是陈家的第三大股东，如果说孙少爷难过的话，那我作为陈家人够不够？原来你们早就谋划好了。你以为我会不提前准备吗？现在开始表决，谁赞成谁反对。小姐，现在所有董事会都同意开除我，你看样子也不错。这是隐瞒的事，这个才会让你找我孙子。对不起，爷爷。你还有脸提爷爷？爷爷不是被你给幸运挡的，到现在都生死未卜。等李会长把潘爷爷请来治好了爷爷，我让爷爷把你们都绑住。想让潘叔给老爷子治？你个废物东西，在这做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潘爷为什么会听你？来人，你将他赶出去！住手！你这样对待江小勇，江小勇帮我很多，今天是我邀请的作为贵宾大堂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，不凭他。江毅在我们陈家只不过是个上门女婿，在我们陈家吃软饭的，他也能帮到你。哦，江小友是陈家的女婿，哼，早知道这些，那又何必让我去请潘爷？江小友请潘爷，比我把握更大。李会长，您怎么也开始说胡话了？他江毅不过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他凭什么能请得到潘爷？陈瑶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陈家的女婿，如今我才是陈家的总裁。现在你家有我说了算。来人，把我们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这是我李家的宴会，在我李家的地盘，没人敢动得了江小友和陈小姐。啊！我还真没想到这件事也有你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打我的脸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要怪就怪你没有背景，在这个社会，你没有家族势力，你再强也是个蝼蚁。小姐，我早就说过你跟了个废物。你要是早点跟了李少或者孙少爷，哪个不比跟了这个废物强啊？李会长，林小姐。两位要是懂事的话，
别参与这件事，把江毅废了，把陈瑶送出去。就得从我身上跨过。两位是要跟我孙家做，两位想清楚，现在陈家已经是我孙家了。谁说陈家是你的？我大人才是陈家最大的，我最具有投票权的人，所以刚刚的投票。爷爷都快被你气死了，不过我倒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把爷爷给气晕倒了，我还真没办法说服爷爷把陈瑶给开了。而且爷爷现在的投票权由我全权代理。蒋星星，你才是我们陈家的叛徒。爷爷你怎么？多亏了江毅领来了潘爷哥，要不然我就死在了床上，还不知我们陈家有陷害家族的小人。我正式宣布董事会投票无效。爷爷，我没有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只是慌什么？他不过是个老头子而已，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？陈老爷子才是陈家第一大，而且他和陈瑶有家庭，就算瑶又如何？你现在已经是陈家人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江毅，再敢动一下，让陈瑶毁容！葬身之地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？你也陈家连屁都不是！给我跪下！你少爷，威风啊！竟敢动我江家的人！江家的事，江毅不过是江家一个小小的项目部长，值得潘爷您这样兴师动众？江部长年轻有为，深得江老爷的器重，今天是项目部部长，明天就有可能是总经理，甚至是总裁，我老头子不能视而不见。他一个臭搬砖的还江家总裁，孙子，就算你受江家赏识又如何？但是陈家迟早是况且陈家欠银行有10亿的贷款，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他们也已经宣布我们陈家可是有一块地抵押在银行的。那块陈氏的破地，哈哈，陈瑶没听说那块破地连个零头都没有。他说那10亿债券只有你，是不是想让刘行长帮你？你孙少爷啊，陈家的这笔债务金额太大，我做不了主。姓刘的，我们之前为什么出尔反尔？不知道我和孙少爷都谈好了什么了。你帮我把陈家抵押在你那的那块地拿来之后，我给你10%的股份。哎呦，孙少，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。江毅，又是你搞的鬼！这次啊，多亏了江毅来得及时，要不是江毅出手啊，说不准我们陈家不姓陈。不愧是陈家的女婿啊，好！现在上敢认错，当初一口一个废物叫的时候也不见，竟然认我。现在看来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从今天起，撤掉陈家的一切职务，在家好好的反省。要我辞职也行，反正你们也看不惯我。不过我要从集团回收我手上股份，我拿钱走。你是混账！
爷爷，虽然咱们这次危机解决了，但是孙文手上还有咱们陈氏集团的股份，他一直盯着我们，这么下去的话，对咱们陈家来说是一个危害。老爷子，既然孙文想要陈家，给他，为什么？只要价钱合理，什么都可以，包括陈家。用我们家不是有个成天卖钱的，卖，卖吧，我也该养老了。江一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新的方法对付孙文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轻易的把陈家卖给孙文的。不愧是我老婆啊，想保住陈家容易，但是想彻底整垮孙文。该死，就差一步我就得到陈家，谁知道那个姓刘的居然反水。等过了风头再说，我们还有陈家的股权。怎么管在这里？陈青青，你来干嘛？被陈家扫地出门了？我有没有被陈家扫地出门不重要，不过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。跟你有关系？陈家老爷子不干了，被拍卖陈家的股权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老爷子现在心烦了，前面有人催着债，后面又怕被你们孙家惦记，倒不如卖个好价钱。孙少，我刚收到消息，陈家达芬在拍卖会上拍卖剩余60%的股权。好，很好。孙少，参与竞拍的10家企业已经有8家同意和我们合作。一起围标，压力爆表。好，很好。人家兜兜转转这么多钱，股权还不是回到我身上。孙文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陈家拍卖股权，我怎么就不能？陈家的股权不会卖。卖不卖的，你说了不算。价高者得。今晚陪我一晚，看来佳佳加一个亿。现在我宣布，陈家60%股权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起拍价为1亿，每次加价最低100万。怎么回事？起拍价1亿，这么低的价格都没有人出价吗？不用想吧，肯定有人在背后。就陈家这破烂公司，我想想就知道不会有人。这样吧，我出价1亿100万。那个孙文他故意压价。孙少出价1亿100万一次，还有人出价吗？1亿100万一次，1亿100万两次。2亿。又是你交易，行，来比比谁有钱。3亿。我没有钱，不过多多少少总比孙总多的。4亿。砸了。来跟我玩是吧？来啊，5亿。你举啊，你一个小小的江家项目部长，难道能比我孙家和李家加一块更有钱吗？5亿第一次，5亿第二次。那就如你所愿，我出10亿。10亿第一次。哎，宋总，我呢只带了20亿，你拍到20亿，拍到20亿以后。先生，人家单单那块地皮就值100亿，就算我们20亿拿下来，你还有的赚。我说20亿。恭喜孙少，这块地是。恭喜孙少以20亿价格拍得陈家股卖权。你是不是被江毅耍了？
恭喜你，先生，陈家这块地是你的，应该值不少钱。不过你在竞拍之前，应该没有看资产评估报告。孙少，这是陈家的资产评估报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陈家的地皮怎么不在了？还外借了50亿的贷款。没错，这50亿的贷款是你的。不可能，这块地有贷款，不可能卖得出去。抵押银行当然卖不出去，但是把抵押的钱还完了以后就可以。你说对不对，刘行长？是的，江家已经与陈家还清了10亿的贷款，这块地在前一天就已经和银行。你故意抬价坑我！主持人，我举报他虚假竞价，他不可能这么有钱。我要求宣布这次拍卖无效。先生，江毅乃江家唯一继承人，是验资证明过的。倒是你不要想着鬼拍，不然我们加州市拍卖行会把您告到破产的。江家继承人，难怪江家一直保你。不对，就算是卖了股份，那钱也应该在公司账上才对。这可是价值100亿。100亿？我记得之前你和陈青青说这块地一文都不是。这样，我江家呢好心出购100万。来人，给他100万。100万，21亿的拍卖，50亿的外债，我拿着10亿只换来这100万。先生，怎么办？要是你，是咱们两家能用所有资金啊。你们他妈给老子等着，老子昨晚回来报仇。就让他们走吧，你欠我的债。打你绑架陈家大小姐，还有欺负江家儿媳妇，最后一下陈家太厉害。滚！江毅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再报复你？他们连最后的资本都没有，我谈什么报复？对，你先跟我回家去。我爷爷，爷爷要见我。真奇怪。孙老头子，让我给你带回来。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？爷爷对不起，江毅不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想不到我的孙媳妇还是个贤妻良母。你爹给你选了个好媳妇啊。你以为所有的爹都跟你一样？五毒尚且不食子。要不是陈家威在旦夕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都对我有怨恨。当年你爸病危，其实我派人找过他。当时只要他点头，我就会找全国顶级的医疗团队给他治病。那你为什么也真正可能去死？你明明可以救我，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医院去？其实当年老爷也想把你们娘三个接过来，后来呢，只是您爸爸没坚持住。这事我有过错，当时要不是一心要发展江家，也不会酿成大错。小叶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死老头子，带着你妈和陈瑶回江家。现在这错是不是你的了？如果你眼里不只是只有家族，我爸怎么可能是你中间？我知道了，现在我做什么都弥不了我当年的过错，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成为了江家继承人，我把江家交给你，也算是
对你们母子邓中年的补偿。我现在就下去找你爸。你干什么？你就想这么死吗？你让我怎么跟我爸交代？老爷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江毅，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就原谅爷爷吧。都是一家人，想必爷爷也不愿意看见你爸身染重病。我爸身染重病的事，每天晚上都能睡不着觉。就算再有，也得上公班。要不是我爸，我跟我妈估计就吃不起饭了。那时候，他明明已经腰缠万贯，为什么一定要逼死我爸？他说，他少爷，其实老爷他，糟猴子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有什么隐瞒吗？少爷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老爷得了，我的侄子。时日不多了，还说，您是神医啊？难道连你也没办法治？我当时停止对外行医，就是为了寻找能够医治老爷的一种办法。只可惜老爷的病只能控制，不能根治，老爷也就是散了。江毅。江老爷再怎么说也是你亲爷爷，时间都过去这么久，要不就让他过去。老头，没有我的答应，现在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替我爸留泪。你这还是第一次没有叫我死老头子，看来你爸果真给你找了个好媳妇儿啊。天瑶，你们圆房没有？我们才订婚不到两个月。你问这么多干嘛？好好养你的病。当年我就亏欠你父母一场婚礼，现在不能再亏欠你们了。老范，安排三日后江家婚宴，宴请江城上下所有的世家都来参加。是老爷。贺某，太太老江家当场，我迟早要弄死江毅两混蛋。江毅和陈瑶三天后知道在哪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江家会把圣玛利亚酒店承包下来作为婚礼场所，到时候江城所有的世家不会参加。嗨，你不找到你今天送上门来。陈瑶，机会难得，咱们下手吧。江毅太难倾家荡产，该死，我要让你家人一个接一个在你面前死去，我要夺走你的一切。最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瑶瑶眼光这么高的人还能被你看，看来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没两把刷子怎么去？你就不怕我把这话告诉瑶瑶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不要忘了你看我。婚礼马上开始了，老爷怎么还没见面？打电话也没人接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早让爷爷过来？派出去的司机啊，他也没回信儿。要早知道这样，我开车去接人。马上派人去江城。不好了，终于有十几辆车。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恭喜！什么大喜的日子？我倒是想跟你发喜帖，是你有些岁数。江毅，还敢嘲笑我？要不是因为你，现在身家几十亿全是滔天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东西，扰乱我所有计划。就算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我操控我所有家族，请来了猛狼雇佣兵，一个也跑不了。我要拿回我
应得的一切。杨毅，你不是江家继承人，你现在要求把江家所有的财产转让给我。啊，签了这个，把江家所有的资产转让给我。不跟我说不，看你是要钱不要命。非常。爷爷，老婆，小易，别管我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年了。老东西，给我老实一点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全是拜你孙子所赐。你们要是不干事，那就一起死在这里。啊！错，放下刀，移动，说话。不要了，我要江家所有的财产。我要你老婆陈瑶，我还要你江毅今天给我下跪求饶。钱可以，其他的不行。也行吧，把他签了。在哪儿？签这个左边吗？右边。江毅，你眼瞎？这个时候还敢耍花招？哎，是我的父亲，钱。江毅，你当我请来的这群人是吃干饭？我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在你面前，最后一个轮到你，宗少。你要让你把手这给你去吧，没出息的东西。谢谢孙少，毕竟玩过这么多女人，新婚之夜。现在人了，好，是。被包围了，不可能！李佳因为李小萌的原因，不可能来参加你的婚礼，怎么回事？不可能的！我与江先生是忘年之交，潘先生又亲自出马。不能坐视不管，居然给萧瑶影响江先生的婚礼。杨毅，别以为你结婚了我会放过你，这个是你欠我。竟然真的是陈德辉，会长林天都来了，孙少。陈德辉，报告会长，引狼雇佣兵全数俘虏，独卯无名还有孙文都被击毙，我跑了一个人。谁？回江少，是王琪琪跑了。没事，有你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什么事没经历过。不过这次真要感谢李会长鼎力相助啊！江毅，我爸可是我请过来的。江文，江文，你家儿自作孽不可活。我们私底下都有关系，他们一直惦记着我们的产业，就算是没有陈家的事儿，我们全都会迟早会有一战。快说，然后你继续。哎呀，没见过